dragging my feet around this town. I'm waiting for the Nevada crown to come and be put on my head. Spring can't creep off instead. I'm gonna leave my worries behind. I said,师傅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在录那个，请问今晚住谁家？我们刚刚接收到可以来这里，因为你做那个太古嘛，太古，然后想说有没有机会过来跟你学习一下，帮你打工一下。好，打工哦，对啊。可以的，可以哦。那我们就像你啊，像我看，像这虎皮啊，哦，做一种那个牛皮先做起来，牛皮的牛皮，这个是牛这种牛皮哈，啊，是已经做好了。啊，对，这做好了。调声音的啊，一种还没有调声音的哈，要再泡水。所以我们帮你制作牛皮，啊，好，开始做。好，老板，那这个牛皮它要调什么声音？这个牛皮这么。定型好了，像这样已经干了，对，很干了，哦。它有哆来咪发嗦吗？不是，不是，要看，就是看那个怎么用的，用瓦，用啊啊，像你那个庙的用瓦，炼金的用瓦，师傅用瓦，它的亮度吗？哎，对，跟它的振的频率吗？高音吗？叭叭，不是，不是响度，像这种就有拿给你看吗？是吧？好像不是，响度就是它的明亮程，它的明亮程度，对，穿透度，对了，对，这个不一样了，你像这个呢，它这个不一样，差很多哎，啊这对，那所以鼓还是有一个打它，你不知道，两个打它不一样，它就四组这样都要这种。有啊，这个不行了。这个什么用的可以？就是那个念经用的，念经用的。念经讲的，好像跟唱歌一样。啊，你太高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弄，就是他。念经只有这样，基本最大力是这样。我们这个不是，这个一大力。这个是唱戏用的。出定呢？不，出头。啊，出定呢？出彩定，出彩。对。定头。越吵越好，越亮越好。隔壁来给你投诉啊！哦，哎，好尖哦！这个我们是传统做的牛皮，传统牛皮，你给它吗？有毛吗？有啊，这两个对它有毛，有啊，都有毛，没有毛啊，都有一点点。这个就是基本是有一点点，对啊。为什么一定要用牛皮？牛皮为什么？因为牛皮哦，打起来那个声音比较响亮，有马皮。马皮也可以，马皮跟那个黄牛皮，啊，黄牛。不过它那个声音哦，打起来没有办法那么硬。那这是什么牛？软软的，就像这样就可以做。这是什么牛？这个也是水牛。啊，水牛。哎，都是水牛，只不过是水牛，都是水牛也牛皮。哦，所以这个原料也越来越少哦，水牛是不是越来越少了？不可以用乳牛吗？什么牛都可以，牛都可以。那你用乳牛，它刚好有那个黑白配色，好不好？哎，盖叠被了，很漂亮的。哦，乳牛不行，掉就没有了。好，那毛剃掉啊，毛上毛剃掉就没有了。你看那个牛皮就是这样，来，然后看你牛皮走，我们去看牛皮。这是骨灰，啊，恁主要见到这块骨灰啊，下了顺，这起来都差不多安尼吼，恁个顶头两分高，差不多就差你妈一公分安尼。0.7吗？0.6。你怎么安尼起来？啊，拢靠手帮的。靠手帮。啊，无你这要啊，要过去啊，你来这，你不是手大啦？啊，请教一下，这是牛的多的皮？这阿妈棍。
阿妈贵重高，这么高。哦，脖子的皮是最厚的。脖子的皮最重高。哦。这种做好了，咱通过，咱这卡改做电脑的。哦。这较高。所以你个在上大在做偌大？我上大起码是，我是要做个七尺。高210公分，接只要接接接。哦，这管的啦，比几人较管？啊，较管啦。啊，牛皮，啊，牛皮这样子啊。切足久啊，我怎啊买了一瓶买了牛皮，同我做到。我要大只牛，哎，恐龙吧。我要大只皮啊！我这烤几年啊呢？你烤几年？我14月开始烤。14月。八十。哦。60几年。60几年呢哦。你不只要会刮牛皮，你还要会做木桶吗？哎，一样。你我买要做木桶，普通啊，他们不会做木桶。哎呦，现在做骨的会做木桶哦。我也在讲，哪讲我跟他从平地从我。是啊，我两个进前我去做过迄个快木的泡澡桶，还有啥？哦，对，快木。伊也跟你讲话同款的，伊一片一片嘛，用茶接起来，我不是用茶啦，因为个伊的茶较好做，因为他那个伊的茶较好。他怕啊，喝酒，那些茶就各方面靠不住。哦，你那边别偶尔的上去带我一起。好啊，好啊，好啊。这边一面，对，这个底，可是这个好薄了呢。对啊，透光的。啊，这么大这还是要写。这个好薄，这么厚，你这么这印起来你也怎么打？不是，可它中间你不是说0.6、0.7吗？对对对，哦，但是没有什么顺，你知道吗？没有顺，哎，按你个弄个顺啊。哎，好。顺了就这边从这里，哎，就先画一个圆圈。我看它都还蛮顺的。对，你画一个圆圈。好，你画一个圆圈。那你到时候要怎么把它固？用绳子绑哦。哎，对对，等一下我再绑。哇。这个有哈，哎，这样哈，中心点。哎，中心点哈，啊，你这么就做哈，变哪呢？安瑞士啊，无变嘛吼，我创一位，甲你这共款，你较创共款就好。哎，他真的刮了，还刮了几东西耶。这个已经是刮过的，对，要刮过啊。刮过头壳大，啊，但你要修啊。一片骨的牛皮要安尼刮过几遍？啊，个爱两遍。两遍。啊，一遍先处理，啊，处理怎啊呢？这是第二遍。哎，这是第二遍。很怕刮一刮把它刮破，因为它很薄啊。嗯，不会，你都安尼，你轻轻去安尼吼，哦，轻轻安尼对。哇！你讲两边安尼，0.6、0.7，就安尼吼，哇，好安尼，哇，安尼有，嗯，好，嗯，好来，阿丽你看啊，来，这个有，就都有。现在这边还太厚是吗？我根本看不出，我根本看不出。来靠，我不知道你在削平还削薄。他伊的意思讲，即款是干。靠我平啊，就个靠我破。哎，靠顺，你我拄啊，迄个所在，你个最好平顺无？你个靠你都唔知到底叫做啊？你啊怎样哦？望看卖吼，其实你都无平啊。我给不了崩溃算。刮一次，再摸一下，刮一下。哦，我看看，我看都有无平。哎，都有无平。没有平啊。对啊，当你没平。哦，有了，这我摸到这么外面哦，这边都算没平吗？我根本摸不出来。平打入平中线，我真的摸不出来。搞不好我刚刚一直在看，真的看出来哪里不顺。有啊，哪里有没有不顺？有没有？没有平，这个触感。嗯，是叫你俩零。对，肚子要抵住，它其实蛮好刮的，轻轻刮就可以刮一层皮下来。有没有厚？有没有有平吗？很好喝，对吧？那个有高品啊，有旁边有品啊。但你爱做，他这个有一点叫经验，我们说习惯了，梦起了大概那个要我多深哦，我们都是有一点概念。就意思说这边阿公这边圆圈做起来的记号，这两边捏起来这样的厚薄度，对，要比较平均，像外面这边好像就厚一点。不，这里没有哈，这里没有关系，因为我画这个线线里面哦，平要平均啊。就是你捏起来的那个感觉，圈里面的。其实我都在了解那个意思，但是这个差别是0.0几公分的那种，一点点，对啊。我觉得我们真的摸不出来，这个真的完全凭经验跟手感。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复杂。啊，你有倒地啊不？我们的哦，恁囝该孙啊，拢会做哦。差不多。没有搞多差错。好，加哦，这边。
这边可以的，你看这边还可以，这边饱满，这边还可以，好，这边饱满，这一边就比较好，这边比较厚了。你试试看吧，换你，换你，换你，又来，这个不一样了。你看，这里比较厚，地方不一样，厚多了。我觉得破起来哈，你如果干起来的话，哎，干了擦，好，它会擦掉。干起来，你的声音就不一样了，就听着就不一样了。嗯，好，那赶快消，赶快消，赶快消。我刚才都下好对不？啊，泡水啊，就先拿来吃。啊，从啊，从我这搁底下提起。问题是下回够稳。对啊，下回要开较侪时间吼。哦，迄就够了啊，啊，最简单嘞。等下就要甲固定，要把皮拉紧。哎，对，不要很紧。不要很紧，不要很紧。顾着样子，不许很紧，不许很紧，你得加了，比很紧都离开啊。哇哦。啊，伊软软啊。伊无讲吼，比如讲用几磅几磅这样算，比如说像球拍那个拉力有没有？我们要拉到几磅几磅这样。像我们这个是20吨，20吨，你什么意思？拉力20吨，往下拉的力量是20吨哎，20吨哦。对啊，就是撑上去的力量20吨。10吨，那这个牛皮可以承受20吨。对啊，就20吨哦。哇，精彩哦！四个呢。对啊，一个呢，所以就是20吨的力量把它往上顶，让它变硬的对吧？一个 Q 块叮当，别叮当啊！啊对啊，真的嘞，硬的，我跟你讲，20吨嘞。多大都是要这个定型，定好了，除了定好，等晒干。晒干哦，啊，大家做大，一直做大，干了脱水，没有爱瓦布，大家一起。要看天气，天气如果太热的时候，你晒不干。晒湿度太，湿度太高。牛皮的时候，你像这三十七八度啊，这牛皮难晒的，它本身就油脂。哦，对，反而太热，它会分泌油脂。你弄过我？对哦，铁哥来棒。好，再一次，再一次，调音的，这个时候就是要调音的。我分的差不多哈，我上去踩，上去踩，上去踩，本来都要踩，每个骨都要踩的。它要把它的松紧度踩，因为牛皮它原本也有那个伸缩度，弹性。对，然后你如果现在声，可能这个声音你上去踩一踩，它声音就音啊又不一样，就对了，不一样。好，然后就为了让它说以后鼓出去以后，人家再敲，它不会再变那么快变。那有算过牛皮这样子的拉力可以承受多少拉力吗？其实也不一定，你知道吗？每个部位有科学的数据吗？那下面这个一只是20吨，拉力20吨哦，所以是1只20，所以这样已经接近它要撕裂。不是，因为你看它很可怕啊，你看它这个接触面其实就1.2公分的宽度而已，它并不会把它扯断啊，所以它的韧度一定是很强。是啊，刚刚你要被冲上，我叫你别个比较有顺。哦，你是要叫恁孙去跳？对，啊，你几公斤？很瘦，胖胖的，10公斤，所以在上面。这个，你几百公斤的没问题。对啊，这80吨再拉都没事。你过那个好的。哇塞！哇，他这样会说三 D， 像邓夏，会不会真的像三 D 五维乱？我跟你这个太胖的上去也不好，因为会站不稳。不会啊，不会，不会吗？之前都是我。真的。像他这边会有黑的地方，我就是要把这个黑。哦，原来那个骨边的黑边都是你的脚印。没有，我们要把它踩开。好，是要把它踩开哦。重力下去它会散。哦。试试干嘛？可以啊，倒霉，倒霉要上去，我上去啊，倒霉要上去，倒霉他说不，你觉得我这样对你吗？倒霉，我不是这样 cue 你的吧？没有，我可以上去，没有了，点他说不，还没了，点他说不，那倒霉上去，上去了，然后跟可以除去，去角质，可以去角质，没败哦，可以，可以，哎呦，会撞到，会撞到，对我不友善，哦，你整天的，上面那个白的都是我们摸出来的，对，其实上面那块是干净，真的。
哎，可以哦，这样可以，对，这样可以。哎，不要打他乱都一样那样，哎呀哎，那路啊，哎呀那呀，哦哎呀，有，那路啊，哎呀，哦哎呀，就是那个下压力。哦，哎呦哎呦哎呦，他这样可以先把那个骨皮再撑开，对吧？上面好热哦。哎，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这样跳是因为如果有钉子，有没有先看有没有钉子，之后要确认。对，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这应该是，哎，对，就这样。我觉得我头已经快顶到了，用压的，你说后脚跟压。哎，对对。原来跳不要紧，原来呢，哦，哎，阿修，哎，好像皮卡了。哦。因为踩这个是要皮给它软。好，我再讲一个，拍给它软，它就好拉开，拉开的时候，那声音才会出来。可以用按摩枪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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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帮他按摩。就快。现在要调音吗？哎，真的调音。这边声音太低了，不是，因为就要刁顺，刁顺哦，刁顺。阿公的人生座右铭就是顺，顺是安怎顺？代志拢爱顺，就要平均就平均。阿姨家是刁，吹个安的，刁不吹个安。经验他身边的声音要一样的。鼓好响哦，对，超响，这样就调好了吗？这样这样调，对，大致上调音算高一段落，对，要放着让它稍微延展。你看已经把它松一点，毛细孔整个撑好开了。我们一开始的点是在这边，真的。那这样一个鼓，好好照顾它可以。维持多久？三四十年而已，基本上肌肉不会坏，然后不要去碰到水，不要碰到水，太过于潮湿。我们本来想说，就真的就是来帮忙啦，结果发现到自己其实帮不到什么忙。你看，我们从一开始进去，然后在那边刮牛皮，这样制作下来才知道，原来牛皮真的是它的弓是非常繁琐的。这一次来，哇，那个其实有很大的挫折感，当然也有惊喜啦，因为学到很多东西。我跟师傅说，哎，我们这个鼓到底有多少音阶？然后，哎，它是不是有哆来咪发嗦？像跟李岩哥也有问，那他就说，哎，其实是可以打出来的，他可以做出来这个音阶，可是不是说一个鼓里面有这么多音阶，它是一个鼓里面一个音阶，但是你可以做不同的，同样的鼓，但不同音阶，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打。哎，那你叫后了啊！我奶奶生来了，没帮上什么忙，还有礼物拿。这是这什么？这个了，这交够钱了，够不到超贵了。啊，什么？超贵，超贵。哦，我奶奶讲我是打工成功。有啦有啦，有啦，我奶奶半个小时都没可以解决的，这几十年的。真的哦，对呀，几十年的事情不是我们半个小时可以解决的。哇，谢谢谢谢，哇，谢谢。谢谢谢谢，哇哇，好可爱哦，漂亮哦，这个，哎，它骨虽小，可是很沉哎，很沉，哇，还有骨棒哎，哇，好可爱哦，谢谢谢谢，哇哇，好嫩哦，啊，骨力里面，吼，用用嗰条后尾哦，加分哦，大阵同我用会着，对哦，这可以，这流传下去，不要用刀子给它割，这冻会整米的，是，哇，我们四十厘米哎，这么厚，你看。可以当传家宝的，对呀、啊，这个真的是真牛皮，好厚，哇，好酷，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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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阿公刚才请你们吃的这个龟啊，也是在地的那个新庄的一个传统美食，我们可以去那边看看这个怎么制作。超贵，超贵，好，走，够啊，走，好 ，Go， 龟啊，谢谢阿公，谢谢阿公，谢谢，谢谢，谢谢。拍谁帮不到忙？谢谢，谢谢。快加入，快加入！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这样的梦想，我可以陪你一起。赶快按下订阅频道，加上小铃铛。请问今晚助学家，赶快来订阅哦！